的声音啊，就很烦，对吧、啊？你好，我先玩我的大熊彩龙。好，玩了，我要去做先，我要跟你一样做一套那个成绩手。你可以做我这套，我是觉得这套它基本上都只差几个珠子而已啊，地血差一差就差不多了。等下借给我看一下。然后等一下给你看。跳公子，等一下，我看不到你们的机会锁了，为什么？看不到吗？等我一下，我用夜猫加入看看。好，大家好。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想说，这个机会锁是很多人吗？很多人啊，很多人。解小板我的啊，吼吼啊，半夜装死啊。哦，我进来，我在这边看我用加入的实际情况。我有加很多，不要都是真实海石啊！干嘛？莫名其妙。加点调查点数、啊。要一般的海石就突然没有，真是。你可以直接去那个谁啊？我突然不想不起那个蓝的那只叫啥？蓝。就。会吐球的那种东西的啊，蓝吐球。等一下我看一下你这个。会吐球。就是角色专杀这只木。就是那个、啊、会一直在地板上吃东西，咚咚咚，他就是其中一个。岩贼。对，岩贼出现地方、哦。哦，原来是吐球啊。对啊，他不是吐球吗？他是哆啦 A 梦。呀。那个结晶还有哪里有啊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是补习，啊，我不要保。你要挖的时候，然后拼命给，要拼命不给，然后当你要不挖的时候就拼命给。对啊，还是我直接脱离任务啊？可以啊，就没有奖励而已啊，有珠玑啊。好，我要脱离。我是觉得很。有點浪費，我覺得我都會。不会啊，才几块钱而已。我要看一下这个贴的。好，我等下截一张图在那个。好，我第一次。第一次玩到快死。不是打，不是啦。太久没玩，今天刚才在打哈嘞。这种武器好大，锤子啊！好大，好大锤子啊！渐渐我就出大锤子。哦，我看到你上传了。没有啊，夜猫好像也是用同一个吧？没有，他是武器。而且装备也不一样，用燕尾。差不多啊。拜拜。我看一下燕尾蝶是什么效果。燕尾蝶的装基本上都是采集装、啊。采集啊，只是它是整套都是几乎可以用它的采集啊，你也可以自己额外搭、啊。没关系，我先看一下。燕尾。来，我看一下刚刚采集到什么调查。好像好酷哦，是雪花哎、欸。十套岩飞哦，原来他的是女神曲，我觉得可以做一套。Hello， 对，要来了吗？哦，要什么？养吗？金养羊。哎呀，另外开还是怎样？什么东西？就直接在这个啊，我这个机会是我开的、啊。哦，看看哦，没有这样。我改一下就好了，你要重开吧，不然他们不知道这是金羊啊，就是在解他们的。没有，拿浪费位置。对啊，因为我一开始就用那个嘞。羊哦。对啊。哦，好啊。可是我手几位手满了，是正常的吗？对，不正常。因为大家以为看到是。差不多在任务哎，好吧，那重开一个吧。你先重开吧。我喝个药。这只很可爱。来，这只给你们看。急啊！我不会急着都把它骑死了。
好了 ，Hello。哎、欸，我骑上来了。这样。好，夜猫先过去吧。可爱啊。等一下，我没看到你，还有点。走，我们走。啊，走超慢哎、欸，他想去撞那棵树，走超慢。哎、欸，骑马吗？那个动作真的很好玩，很好笑。骑马吗？那感觉那种骑那种小型犬的概念，你知道吗？这种。嗯。我一个缩短猪哎、欸，能够提升集中技能的装饰品，很好笑。超星这么难拿哦？难拿、啊。超星点过一二四哎。超星珠哦，我看了，我也觉得好。臭壁虎。我的超星颗有三颗够了。我超星要三颗啊，现在都一直拿不到第三。我超星是很出奇给我的，我现在一颗都拿不到。不过痛击就倒是很多。嗯。哎、欸，这个是。姐弟。那什么标志 ？KO 猪。我只是看到 Twitch 那个。所以，隐约跟小雨是玩一点点点，是吗？小雨说他可以，嗯，然后隐约应该是没有，好。他说他下午开4小时。对啊，台式。隐约好像开波西亚吧？哦，是啦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下午看他开台，我没看到他的台。啊，跑去看到哲平的台了，白痴。哦，昨天在 YT 开啊。我要帮你加进去的哦。加了吧。嗯。又看到夜猫吗？然后关了，拜拜，慢走。夜猫进来了。我看到他进去了，有两个人啊。有要骑龙吗？我没虐待动物啊。我拿远距离应该是很骑龙，看这只猎了多少大熊豺龙，28+3只大熊啊，八十。嗯，叫史巴拉西的意思吗？知道啊，可是我突然忘记那个中文的形容词了。我知道他的意思，但是那为什么常常不应该接史巴拉西，你都是接史巴拉西？习惯，比较习惯可怕吗？就跟加台湾人都会讲脏话一样，不然就。那人家回你安安，你总不是回他操他小之类的吧？我听到了什么？这个对啊，你现在刚刚回法就是一样的意思啊。所以我就是一种习惯了，然后讲，然后就。斯巴拉西，我看一下啊，斯巴拉西的意思。我已经变成非常好，斯巴拉西太好了之类的意思啊。你变成我独有的那种斯巴拉西概念，这样讲久了会被人家骂哦，会被那种类似某个歌姬是虚拟的教派，类似那一种，我靠，就干死哦！就学日文的，你那边乱讲话，你会被他们骂死，虽然你会觉得你无所谓，可是这是我们的台，嗯，你会哪天上靠背就是某某某干爹。牵扯到我们某某某某台里面有人讲，猫咪装有到底有没有比较好的配法、啊，还是没有？没有啊，猫咪就是随你想要怎么搭怎么搭。你有没有看到我视觉派的，你懂吗？你不觉得？我想武器最重要就是那个嘛，瓢虫的那个啊。对啊，啊其他我在想说有比较好的吗？其他我都乱搭。好吧，穿什么就搭什么，合理。怎么搭怎么穿都可以。你有看过最后的守护者吗？啊，这是什么？最后的守护。最后，这个是片名吗？还是电影？我记得是游戏吧。
他说看过欸，玩过。最后的守护者，我听过。还是你是说天空之城？就天空之城的提取好像也是叫最后的守，叫最后的。最后的守护者，我知道那个什么The Last Guardian， 一个就是很像什么旺达还是什么的，忘记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旺达。游戏，你会让我想起某个游戏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从它是游戏，游戏啊，它是大巨像就是游戏啊，它是大象吗？我这时候都突然想起来那个游戏，我错了那个名字。好了，你可以开了，我开了，我开了。哦，我先体验，这两天的去回，赶快打一打。哎，一天多了吧？对啊。我只知道 Zenu 一直还没出去。啊，等一下，有人要进来了。哎、欸，啊，这是成员。夜猫，夜猫，被挤了，夜猫。啊，你来不及了。没有啊，来不及了，对对对。好吧，看看，看看你怎么办？不然你怎么办？要不要等下？你先开一个任务啦，然后等下一波人来加你。对啊。你先开一个任务啊，然后等下一波人加你就好了，好吃个饭。他妈不能讲话吗？还是因为我们开台你不讲话？我觉得是开台。有没有沟通啊？你不可以这样讲话。讲话是没差啦。排队张张志一队，我们也张志一队，没事。张志哇啊，对你张志是真的会比我多啦。真的，啊，我这边没动。啊，走 ，Go Go！ 白猫之力加成。不能播广告，我跳窗就会断。哦，对，帮我播广告。点点听到了吗？我装有音乐牌的。哦，他过来了，左边的左边放一下炮弹。装没？还没来不及装右边的那个。不要他走哪边？哇，大剑呢？他等下停，慢的。我觉得他会，我感觉他会停，不会了。哎呀，你不用一箭那么多打，好好玩呢。啊？嗯，哦，有了，大炮，开轰了。这个意思是叫我们打他的意思吗？对。在大炮面前，完蛋了！他完全不怕大炮，不是，早点炸掉了。看新装第二颗，封到了，啊！不过我炮弹特别的少，来接线，来，被骑士打了，在玩什么 ？L4D2 啊。哈哈哈！哎，这里的线是哪？对，这只是 tank 吗？哦，对，这我想起来，在这里。还要擒住了，真是很神奇。哎，侧甲的战。啊，现在聊天室就可以随便聊啊。对，画面就现在可以看聊天室，差不多是就是这样子了。对，我现在可以打字，我们可以看聊天室。对。陷阱，他平时说我们不看聊天室的，干嘛现在有打字了？等下，胸口我要放那个。好啦。我没有。你为什么没有？我放完了。你都拆墙壁用完了。对啊。啊。红了，红了。
炸了，我炸了。OK OK。应该是金钟。哎、我先装好炮弹。哎呦，钉了！啊，金矿玉。在这边呢。长大后有，然后买来玩。长大之后，这可能就已经不是魔，这是另外一款游戏，搞变魔那个魔物猎人旅咒，对，越来越大了。这样啊，说不定要出新地图了，第二单新地图。就不是叫魔物猎人的世界了啊！我刚刚是这个意思啊。后面的字不一样了。对啊。像现在不是要出冰原了吗？我这是还是要叫世界的是吗？哦，是啊。他说以后长大，我想说以后长大你是要多大？好，对不起。想说可能几年后的事。搞不好都是 VR 版的或 AR 版吗？哇，那也太猛了。超酷。那我很期待。哪天都 SAO 了起来。这个一夸大。像双刀一堆人在玩了。真的，每个人摩托那个摩托还要酷。好，我捡到这个差别。啊，抵达第二区，当然是就交货。哒哒哒。帮你闪到，等一下，来，好，走，转后，打到解放哈，不要，应该是最后先解放，没有人，我、哦、还吐，哦，我怎么要被解放了？要被解放了，左后脚也破了。手臂跟胸部了，左胸也破了，我真的觉得我这我现在这个配装啊，它软化之后打的伤害都高太多了，每一发有到六七十。啊，要修哦，妈妈，让我啦！还在坑你，都软化，软化之后打六七十，对啊，那你要打到该打的地方啊，就是因为它软化不就每个都是弱点了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是你要打到该爆的地方啊，嗯。不然就像上次那两个人一样，伤害很高，但是都没爆。对啊，不啦。只有普通子弹吗？电击弹啊。可是我电击弹打他是那种弱点。哎，他就说配装吼。邓尾巴，哦、好。就是我打出来都是五十级加二十级，五十级加二十级。还有说还会单独跑出七十。我有说你。爆了啦！我都前面的啦，都爆过了，爆过了，就打啦，大头。我刚不是说剩尾巴而已。哦，那应该就打头了。
右胸，正尾巴。可是我右侧尾巴打破了，就多输出吧。我捡足迹啊，大哥们！他们直接冲了啊！我是直接冲下来啊！干，等下再捡，没关系啊。他要偏弱死的话，嗯？哪个尾巴打到我？左右。我就打炮，因为他掉下来了。不不不，大哥大哥，冷静冷静。哦，还在破三温暖。好，我上去捡毒鸡。没关系啊。对啊，因为刚刚想说那个，赶快下去，他那个位置往前走就可以直接用落石。哎呀！嗯，你尾巴爆了、啊？对啊，我知道我怎么打，这两边都爆了吗？好像都爆了，阿林再打爆吧，那就等吧。去另外的洛斯区吗？去等他好了。哦。动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哦，差一点点。哦，这爆桶。我放。解放。还没。还差一点点。我没子弹了啦。欸，上面落石啊。还有一个，没有啦，打，打不到，他的屁股挡住了，我打，现在我怎么打不到？有了，打到了，的头啊，一个落空，啊，解放了，解放了，解放了，我回去捡了几滴 ，Go， 是这样啊。啊？嗯，怎么没有欸？我去捡。好了，我出了。啊。没有。啊，我也拖你。那304。那进我的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你可以现在进来了啦。追踪吧，追踪报仇吧。嗯，三点。嗯，允月来了吗？等一下，小雨吧，我不知道，他们说聊天室，嗯，没有啊。对，允月进来了，房间，看台啊，可以。
在警卫所几个人？六个吧。嗯。不加一。等我出发先。那个是全身灭尽吗？他可能需要灭尽。对啊，全身灭尽，阿法、贝塔、阿法、贝塔、阿法。那么，那开始吗？开始了。这是要还是要打全解放，还是要等再下一次？感觉要再打一轮吧。三等，三等要打掉有点难吧。三级要打蛮久的。对呀、啊。那再打一轮解放。所以出たか。よし。哎，哪边？放炮弹。你是怎么把那个石块弄掉的、啊？青奴的那个右键啊。青奴的右键，然后再用近战把它打掉。那爆炸就会直接把它打掉了。蓄力，落石，我趁机赶快打掉，我防空炮弹，对方怪了。再一下，掉掉掉！哇哇哇哇哇！一个炮弹 miss， 行，米菲大魔王，米菲在吗？米菲大魔王。打哈捏捏啊，那都爆一颗了。对，他爆一颗捏捏。我要在这高点之后。这场应该就不用捡合集了吧。听不到。我说这场不用捡合集了吧。要捡啊。我现在集会所没有人。对。就进。能减尽量减啊！好，我说减了是会少一块肉，是不是啦？是没差啦，我要有的都有了啦，看你们啦。我是有差了。好，我减，我减，对不起，我有点抽象。在这里，我们准备好大炮了。手，左手坏、欸。没炸到，好。哦，他去二区了。新北耶诞城，感觉也是一个人很多的地方，很亮啊，bling bling 的地方、哦、，bling bling， 到处要把情侣挂在身上树上，没有？说情侣挂。把情侣挂在圣诞树上，好可怕哦！在放闪啊，有没有？最闪的一颗星就是你们了，是我吗？还是另外一个一直来跟我蹭的？讲清楚哦！什么东西？说最闪的一颗星啊！就说那你要确定是谁来跟我闪的哦。哦。完了。哎呀，是烈龙死！他没有软，就他硬硬要打胸部啊！我就是说，第二区在打胸部吧、啊，好像也没差啦，都变成这样了，输出时间啦。来喝个樱花大送你，还有。
他会打死你。静好，你可以进来喊科维啊 ，Lady。喂，我好饿，我还在上班，还没下班，又挖人。哎呦，到底是谁会在这么冷的天气还要去钓鱼？钓鱼，他们是不是疯了？太气，真的很气。尾巴过了吗？还是脚有过？过的差不多了吧？还有脚呢？脚，脚，后脚，后脚，一发！我们超过一点。哦，两个后脚都破了。好嘞。我说，烂灰龙、炫灰龙的皮变硬了，好不好？想啥呢？这么想开车？他开了，他开了，开起来！后脚现在才爆。哇！哦，这尾巴真是整反。过了过了，在哪边？你真补妆还没？要身体都还没。我想要面他一次。他哪一个部分没破啊？胸口区都爆了、啊。如果说现在的部位的话，现在还好了啦。然后武装换了的话，现在看猎人笔记啊。猎人笔记，其实我那个猎人笔记不太会看诶、欸。来，我看啊。现在打没有用啦，那是锁血了啦。啊、搞不好一下去马上就解放，那你只要下去打、啊，现在就是锁把他。你有在第二阶段看过他爆衣吗？有啊。第二阶段这边爆衣呢？有啊。你说解放哦，白痴啊，是打死啊，对不起。解放有啊，阿爆有啊，死掉的话应该是没有，没有。死掉一定要到第四才死。他说都已经做那个场地给你了。好，走起！好多脚印啊！第七哦！哇！爆裂接近，懂吗？修啦，修修，走吗？我说修，不走吗？好走，主机捡完走。Go go。四五九，五等，看里面有没有组。啊，六等了，六等了，可以直接走了。六等在开打。
跟里面讲一下。喂。哎。你们太坏了。看你还不是很想进来讲话。没有，我只是来跟你说，我下班了，我在吃显示器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啵啵。啵啵。好过分的。嗯，快接了。接了。接了。蛮多人啦、啊。嗯。瞬间的。就是看到哦，有在打哦，这个可以，然后就留下来了。那有人吃喷卷哦？我嗯，说什么炮击术那个班平时半颗星，怎么会变三颗星？这中大奖，喷卷是点点吗？不是，是水里。哇，我花一大小的部分，其他三次好多星。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去打，打过他们出来。哈哈哈！这样太坏了，让别人有个机会嘛，让别人蹭一下，给个机会，有梦最美，共赴相思。死于无间。あの時を思い出すな。一応やるか。出发，老位置，好好经过，龙陷阱，哎呀，好像来不及了，滚错边了，呵呵，对不起，去帮帮我。S 一刚下课。上补习班那种吗？还是这个时间？放走，不要，拿走。手烧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大脚一部分。左脚也爆啦，应该吧？我去看户外这个。杰明，杰明，你爸又爆了一个。啊，需要的。好，我去那边装炮弹。熄灭族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哎、欸，白木小，白木小孩，野猪那只给我注意哦！哎、欸，我要拿爆裂结晶了，反正就该拿、啊，我都会捡哎、欸。电话帮我上来，上来，帮我去。爆裂在这里。嗯，今天说为什么没有宝可梦？哦，就今天不想开宝可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下个礼拜啦，完了完了，左内内爆了，好。
没有哦。哎、哦欸，金馒头蟹。哎呦。哎呦，有吃不错。哪里？这附近，找一下。这只吗？我、哦、看到了，在那边。红馒头。没有啊。有啦。这只吗？找一下嘛，比较金的。哦, 哦, 哦。每个人看不一样。有有 有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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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看到了看到了，我帮你喝个硬化弹。暴力机，那就加一个火箭针。走，先回个血。所以，对的。我说左胸爆了。年年都爆了，年年都爆了，年年都爆了。要哇，解放了，好快！先走喽。Tessy，Tessy， 我刚刚吃的东西要加血量，这个。水冷弹，这个英姐吧，就是我那把是那个、啊、冰跟水都可以打，来吧，然后我直接把它取叫就那个破击，哦，还是狙击，应该不是狙击，好像破击破击，就它水的跟冰的都可以打。破坏我的案啊！需要限制。到底多少人喝？没有啊，就广域化这套都有广域化不是吗？哦，是吗？我喝个一瓶，然后就有两三个效果一起。干嘛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阿布。哇！大招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换狙，准备解放。三，水面弹。把解除掉。对。保守准备好了。一。我自己拆甲。我说一颗。我有两颗。好，看着谁。好，看看谁。哦，四七弩合理。有龙鸡蛋的吗？没有。我没龙鸡蛋啊。那就这样咯。打招哦，不可以这样。我要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开大招啊！
起床气吧。哎，耶、欸！送他回家了。最近是不是有那个什么手游？肝够新鲜吗？我肝，我觉得我肝不新鲜。是什么炼制制作人的？炼的制作人，炼的炼与制作人，不要乱掰。制、哦、作人、哦、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，我没在玩嘛。你要被小雨跟点点打死了、哦。我被干爆了。好可怕、哦，真练习。所以那是很爆肝的游戏吗？很粉丝向的。很烧钱的游戏。对，居然。啊，还有一个最让我最推荐的游戏。没有。好嘞。这是什么用的？这是什么用的？边走边动。哇塞！嗯。耐爆度。我其实真的超这个人都200多张，不要这样。杰瑞贴什么？王哥发生错误，找不到该力剑姬。什么东西啊？贴在哪里啊？我的台。嗯、啊，好哦。好，偷学水里啊，他贴的是那个剪那个那个。哦，这个、哦。已经变成金火下去，下去，下一局。哎，我怎么关掉了？白痴哦！定暴击，暴击，金色套路暴击。雅雅恩，哎、欸，我拿到金色风箱网了，可以。我只知道我要再下一局了。一色暴走暴起的话，还行。没钱刷一个就对。有一个好了，打剩下卖掉。我看一下我进度哦。我的进度，麻痹斩斧刚刚又拿到一把。我也两把。嗯。刚全部卖掉了。嗯，怎么路人？那我们要讲啊。哦，我先退。我要接喽！好，好了，来了，接了，太快了啦！我进来喽！啊，刚输666，666。一万呢，真棒！我来垫底了。啊，嗯，斩打头看啊，斩裂打头，拜托，还想拿锤子打头呢？跟你讲，你是不是想晕他、啊？不然拿斩裂打头，我想拿超虫打打看、欸，来玩一下好了。可以啊，你也可以顺便洗车。第一场吗？对啊，第一场。来啊！可以换了。啊，对。我看一下。要金？抓不到啊，没有出啊。啊，没事。啪啪啪啪啪。
就是晚上我先开着，然后他再来开。讲话大声一点，可恶！不然 OBS 都收不到声音。可多声儿。阿弟。ついに出たか。あの時を思い出すな。一挙やるか。よし。あ、在前面。阿力在前面，在两个。哦，开始看。你要去炸一下那个、哦，再去炸一下那个。先帮炸一下他，我去炸前面那一个。哎、欸，敢问他？我都不知道他身体哪个颜色是哪个颜色，知道了。有没有要炮击？哦，我记得他还停住，停住了哎，快扔点炮弹！那我停住了，想不到吧？多打几套，我能输出的就只有这时候了。起热啦！哎，我走！快点，激光炮弹，等下起热。可是这个区域起的话，不是很怎样？很好笑、啊，就是、他根本没不会按照这个路径。啊哈！看他现在回头了，哦，尴尬。那这时候是不是赶快放炮弹是比较好？那吼了！等一下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他歪了，戳头哎、欸！快推，快推！不是他歪了，我要放炮弹，他歪。哎、欸，准备，可以了，推一下，推一下，推不了。好，全部 miss， 优秀。二轮，不要再动了。到了。啊，这个翻直接拜拜了嘞！被他压到啊，他刚压到了。我来啦！一毛结果。搞。陷阱，还在这来着。贼奴机啊，想要贼奴的，我是没差、啊，不然你怎么想啊？我有差。哎、欸，我其实不知道我刷几场了、欸，哎。可以去看你杀了他，哎、欸，他也看不到。有吗？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我记得很多场了，应该是没有我多场、啊，我刷他刷了四十几等。干，我怎么知道？好几次活动加一加这样。我怎么会知道他没有出我要的武器？要下一波？你说火太刀之类的吗？是啊，我想要是那时候是想要棉刀啊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哦，我刚知道你们刚刚讲什么了。棉锤啦，大炮被打爆了。别看反抗，我心还叠好了。有打吗？应该不太会。妈了！天哪，我来了！这个至少是不能让意外下。还好。要下一去了。他这样走，哎、欸，对，往这边走就是对了。哦，我飞太慢了。加油，全吃了。炒啥？炒啥？都炒啥？他头有货吗？没，还没。
欸，金螃蟹又遇到你了。好，现在左下地图。好。没看到。看一下有没有土龙。好，没有。好，来帮你放一下樱花。好，王子不用我乱 Q。哦，超色哦。没有啊。太火了。他吼照样冲，冲啊！他按错键了，天哪！他的吼大概是要耳塞几啊？哇，满哦！啊，只是说他换区域的话，你耳塞满也没用，不是？有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白色，我怎么痛？给我白色，给我红色。对对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很乖很乖。干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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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然他不让我上去。还有那个，哎、欸，过过，我掉灯，我闹死。都忘记换位置。嗯，我那边打很爽，然后前面放爆洞，可以。哦，后头也爆了。哦，是尾巴，尾巴。软了软了，又翻滚，啊！我好像还是忘记克制化，没吸血，还不去克制个？哎，还有。我晕了，还有挖挖一下那个，你要现在挖，不继续打？哦，他跑掉了，没有，他那个遁地，武装，装掉了，装掉了。他现在散步哎。他走了，下一区了。打、欸、有用哎、欸，我还在打他哎、欸。不知道他开大绝的时候打不到他。零那不是吗？对啊，打都只有零了。大尾巴。嗯。啊，杰哥。到这里就走吗？还是解放再走？看你啊。玩得很开心。打个解放吧，新的解放。我觉得那个人吧，两个阿姨 ，BJ 安安，見てください。見てください。嗯。手爆啦！他打小啦！
再来吗？哎呀，又前进。再过来吗？还敢补妆哦？不再过来吗？哦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ING。哇，太强了。来了来了，我希望他不要先烧火，把自己泡进去。两个密室，好，那他回去吗？可以啊。哦。哼，把你打趴，好爽！失衡。他现在尾巴都没过过的。我找个安全地方打。嗯，回到那吧。我不要。走走走走走。反正还行吗？可以啊，我再玩。哦。啊，对，他玩了。不得，体力没了。嗯，很好。东西捡一捡走人，捡粉丝走人。他，我觉得他走路我觉得放的很大。我捡到一个龙结的武器，可以。就近其他组有没有很凯瑞呢？无的，比我们早出来了。有啊，刚刚就有一个日本的，所以直接到第四区的了。看一下还有几组，还有一组还没出来。大家等他吗？当然啦、啊。我讲一下 ，level， 哎，六等，掉喽。要先接吗？还是？我先接，我先接。来，我在用票了。好，等一下我断线了。我讲完，然后我东西。没方法理你了。我直接调查结束了吧。一个叫洛斯，哎，我叫范奇。没有玩家，他竟然还是可以打吧？设密码？哎、欸，没有说那个断掉的。看到他在这啊？等我一下。你可以设密码。哦好。哦，设密码，那我。那我可以慢慢点再进去。9191。嗨。
这场就打电鸡蛋啊，失败，残卷使用，残卷用了，不用了，那个翻新用了，哎，怎么还用一张？他刚断线吧？哦。ついに出たか。あの時を思い出すわ。一応やるか。左边。哎，他是躲过去哈，去那陷阱。頑張ろうぜ。好，我准备。跟他小啦，我想说他要走过去啊，对，他直接被破起来，吓死我！我很难过。打三发也行，三发也行。是啊，爆了！左手爆了！左边我把你爆了！来了，太好了！差不多了吧？没有，只是看。这边的话是去哪边啊？左上，右上的话就左。哎呦，这个看来要挖掘的时候放到一个地雷呢。煮面等等回来，好。哎，好嘞。去挖了。哎，解放了。天哪！都憋住啊。对。啊，差不多啊。回头了，他回头了。回头去挖头。应该是在二区解放，差不多啊。好，好了，尾巴都爆了，都爆了。那右后脚破了，那我去打右后脚。要再吼一次了。我明明就没爆，你刚说手爆了。啊？我是左手啊。也没爆啊。可是我自己爆了、啊。他刚好补妆吗？他叫补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
解放了。啊，那应该是爆过了，补过。大哥，回家。大哥，大哥给回家。还好我继续拿到奖。那我刚才一直是一个没有满血的状态去打，忘记吃咪呀，听起来超危险，就少一格啊，少一大格。别墅破坏已罢了。那我先过去。見てください。我好像差不多要来。再拍。这是三发了。啊，意思。大脚一部分，大绝。哦，杀个杀个，拜托！啊，好像来不及啊！不用不用，我在选，我还在选，我还是傻了。下来，活下来。来，我拿货，我的话。好，准备引爆，有八破。行。拿出口。他开到一半了，好像远了一点点。我现在慢上车，我该死被爆炸。啊，那我转身，可以啊。好快！这比队友就特别快。这场快呀，好多啊！刚刚什么声音啊？散弹吗？还是什么？
打不死啊，玄龟打不死，他只会跑，他只会跑掉。还要脱衣服。这是一次给三颗飞燕珠啊，干嘛？他先跑不过。问一下炎飞明灯，斩裂。干完结，把他打到哎。是啊，我们是因为要回去换冰的那个啊，冰的啊。就雷的到后面没有用了，对啊，只剩斩裂啊，伤害很低啊。那个当然是可以一直打到很直，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也知道可以，可是我那时候打到后面，我的攻击开始变很低，水超虫，又是一把麻痹剑斧，然后贼弩呵呵还是没有，继续吧。开喽，等我一下。好，欢迎收米。あら、ゴキ団くん。哦，我的直升研究所都没了，浪费了，全部重弄，真的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之前都维持的好好的，可恶，都是等小猫探险队出来的。先刚好啊，五回合。白痴，还没领报酬了。啊，被其他人记了。让你用那个。好啦，那就九一九一。就你九。开了就说吧。大脚，蓝鼠。差不多，真的哦，真的假的？好的，我等下试试看。可是感觉还是冰那个冰结的那个哒哒哒比较好，感觉啦，打的感觉。等下是打击感。其实如果这样说的话，这样如果这样一说的话，其实斩裂的还是太赞。同时都有在改变，只是我突然来破晓，破大破。好诶，那我可以带到底啊，但是要回去带子弹啊。打。哦，不能做材料吗？可是，那不用了。可是这一把不能棉，不是吗？哦，它只能麻而已。对啊，所以哪一把？那个啊，明灯枪啊，灯青。明灯枪可以免吧？不行，不能吧？不行，没有。我看，如果有，我也很想带。看啊 ，CC。哦，免单可以啊？可以吗？他是不能马、啊，还是是另外一把？放一把。是狙击能马不能免？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好啦，蒙了，这把。感谢。人也是用雷光去跟刚，我来换一下。没关系，感谢你的推荐，我用用看。我以后也要打到底，谢谢。感谢。感谢支援。我要赶快射我的登陆舰是斩裂弹。对。还有棉二。有啊，棉一、棉二都有。一応やるか。哎，哦，有哎，好了、哦。在另外一边，没有看到他。
就要进那个洞了。我来了。哎、欸，有啊。有什么？我斩裂在调和里面。哦，没有，都弄好啦。是没用而已啦。对，真的。懂得这啊。我听没有懂啊，你就不玩，你现在玩的话你就听得懂啦、啊、梦梦来帮我装修了，要不要 啊玩到没事、啊、嗯，我又见到了在这里啊，我的错，埋伏赶快，等一下上线。猎哥，对啊，我可以带你，我带你。哎呀，我有一个大胸豺龙杀手带你。白痴哦、喔，那只不会玩上去啊，那只是打大胸豺龙用的。所以那只就真的只打大胸豺龙，然后没有，他主线过还是会打烧鸟那些。嗯，哎、欸，啊，只是说我那只真的是虐大胸豺龙用的。啊，那时候我就是进入别人的那个救难信号里面，嗯，他就打点点点，大熊彩龙，问号。哥那天本来想说我夜猫跟他接嘛，就这样三个人冲进去一个人的那个熊彩龙的那个本里面，嗯，应该觉得很帅，没有？你有想法？很有，太有了。为什么你像你现在不是说大胸彩龙那个杀手吗？啊，现在那个 USJ 不就很适合？对啊，三只。我刚刚就在玩啊。很重，有的打你，你哪可？哦，哎呀，打我妹妹，队友，不是妹妹啊，妮妮。然后我会玩清路的原因是，我那天被追到，被追速球力，是的，不然玩清路。没有要捡痕迹啊，清路还是啊，对呢，要捡痕迹呢。输出太爽，还是我们这一队不要输出，不要捡好。不要吧，还是捡一下吧。我刚才就从这边捡过去而已了。哎、欸，繁星怎么退了？我退什么？我没有啊，没有、啊。我看到我所右边写繁星脱离警卫所，跟上次一样夜猫人质、嗯。是我吗？嗯。跟上次、啊、可是我看你人还在动。等一下就会断线。来、啊，我单挑啊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大不了脱离嘛。大不了这点数都没有嘛。对啊，怕什么？哦好。那个位置打过，哎、欸，你们换那个跟我讲，先玩完，那就二区打完吧，二区打完就走。白痴哦、喔，不用啊，我直接离开啊，这样子也跑。你自己打那个分数也没有啊，安安哦，最近有点忙。来得很晚，不会啊，快十点了啊。变活路，任务结束了，奖励喽，领奖喽，好抽，哇，是零五票呢，哦，天哪，对，换了，可。完了，不，不，等一下，不要说收输出啊！天哪，你这个、啊、不是我打的，人家踢了不相干的人，我可以踢吗？可以踢啊，真的假的？这么爽？是吗？那天就是有说，你看哪一个 ID 比较不爽啊？看不到啊，没有，我等一下意思。就我直播后面给你看啊，白痴不用你自己弄，
被针对啦。一下，连一下都。右胸口。高。我胸也爆了。两个胸部。你怎么会从这边转呢？还有两个手没过，折爆。有人退，有人退了。哦，差点被害。哎。在哪里啊？调查六，大概我前脚还没有啊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哇哇，走人，走人！不打爆吧，不用。用超虫棍超好打，我是觉得整个打下来啦，轻弩最好用。你讲超虫棍，你要在地上才能打。哎呀。欸、之前这只刚出的时候，我也是用超虫打、啊，但是后面玩一玩，还是觉得轻弩比较好。哦，我是要捡足迹，捡啊，捡啊，再捡，我认真，刚刚没有认真，被踢了，这也太 OP 了吧？没有，好了，我走了，走了。哎、欸，等下挖又没有挖三下、啊，算了，没杀了。哎、欸，等下是不是有人退了？我退了、啊，好吧，我们退了。那为什么？他退任务。他要干嘛？退啊！为什么不退？还是你刚刚想把他打到那个包衣？没有啊，我不行。我想要人多了。对啊。然后看一下哦，哪一个？有人不在。這個你说简直踢掉，你看有没有任务以外的就把他踢了。然后我看到一个啊，驱逐那个逐出集会区域，对，叫什么名字？他叫00000000。好，是他了。那个神，哎、欸，可是那个神月也是啊，他挂机的。那踢呀、啊，挂机就踢呀、啊，不然等一下有人挤进来，我挤不进来就踢。敢跟我抢的也踢。踢我终于进来了，然后不见了。再见。我厕所先。你要先接吗？你先厕所不行啊，我还没进去哎、欸。可恶，我满了啦。先接还是满吗？等一下，等我先接。二四六八十，十三啊，十三可以。冲啊！加我一个十四而已啊。冲啊！好友。妈妈偷偷啊，这个打完我们就关。妈妈，你还要开吗？这个怎么开到十一点吗？我妈，我应该是开到十一点。好啊，那你们看杰克的台咯，看看看。啊，这反正你能不能先关了？边想，好，状况不太好。在那边人出来吧。哎、欸，满了！哎、欸，给我那个马好了啦，嗯、右边马。好。他跳加入游戏的那个。对啊。这里。贴了。哇，你有解放了。三个等待出发哎、欸，很多就五等啊，有一个49等哎、欸，我要踢这49等。好，我人家会打、啊，可恶！快来香港玩啊！
是玩不玩的问题呀、啊。这样你一个人叫杰克一个人去香港玩，可以吗？怕生，可能到那边直接爆炸吧，没人带的话。我搜索一下。要也是要等像暑假寒假兔子才有空，不然我一个人去我不敢啊。来了，那个正在不进来了。来了，终于。那我来看一下那个杰瑞杰。干爹带路不是这个问题，我不看，至少要做点什么事情吧。啊，只是去香港，不知道干嘛。哎呦，我觉得这也不哦，他原地。谁啊？啊，我来看一下那个。我断了。哎、欸，你要重开的我，要重开吗？我之前连线都是失败就重。刚没有。好了，回来了。要准备要断。还要重开一下，可以先开。啊，进。没有，只是那是怕满人里面的还没出来。那就是杰超跟夜猫先进。哈哈，杰克在外面等，到我进来之后，我们两个再进去。我的天哪、啊！好。哦，人在里面吗？啊，还有一群，还有一团在裡面。哎、欸，团怎么会打那么久？我刚看了一下，有两百多等的、欸。没有，140、170、158。他刚刚两百多是谁？他那一群出来了。然后这群刚打九分钟。他一群只有三个人在打。一个是拿双刀。大熊彩龙杀手。大凶彩龙杀手，我看也是瞧不起大凶彩龙是不是啊？他可是每一个猎人都会经过魔物的。他那个，而且那个那一组是有人跳掉一个玻璃的人。对啊，谁啊？不知道，那个现在里面那一组。因为他如果有显示脱离那个，就是代表有一个人。对啊，里面不是只有一团而已吗？两团啊，一团出来了。坏了。现在还有一团不是吗？里面只有一团 啊！我们有什么任务中的有七个人，啊不，有六个人。有六个人。所以有三个人不是在打那个，在打金枪的。谁、啊？我把他踢掉。77704888，我来报 ID 了。77704888，在任务中的你踢不掉，走了，吃了一盘鸡。KMG 好，晚安。晚安。KMG， 是这两个不是？好，踢掉，踢了。任务中你能踢掉？我不知道。行，踢掉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升级升级，接任务接任务。谢谢生命嘛，你们先打吧。啊，五等而已。哎、啊，我因为我们没有解刀就出来了。哦好，我们现在解。当然是。第二几个？三个。你等一下，假如我踢掉的话，他们会显示什么？不清楚。玻璃机会。那个什么中理之类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里面还有一组一等的在里面打？刚刚是看到一个一等的啊。
不是，我看到 五等的那个。那反正我就先不留你位置了。走吧，起不来，快走啦！你的贼奴在呼喊你啊！救济速度都长的，那我吃个饭，我丢个参军啊，还用吗？好啦，十点了，帮我这边关台啦，喂，拜拜，啊，不，走呗。那我这边到十一点，拜拜，夜猫，啊，有了。我感觉拿东西，没有，刚刚在吃饭。哎、欸，那个林又进来了，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？等他进来就开屌有没有？干！现在你的聊天是开屌，这个人怎么把 T T 掉？之类的。